第四十四题，四十四题到四十六题是题组，请在阅读下列资料后回答四十四到四十六题。八位同学到游乐场玩旋转飞轮，已知旋转飞轮在水平面上等速率旋转，某一瞬间，八位同学的位置如右图所示。第四十四题是问，此时小北受到的向心力方向指向哪一个人？那我们晓得向心力呢，永远都指向圆心，小北在这里，圆心指向圆心。对过去呢，就是小雅，所以呢，我们的向心力方向指向小雅。第四十四题问我们说，此时小北受得到的向心力方向指向哪一个人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小雅。